仗，大战奴婢。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照应，永不分离。吃的最好吃的东西，就是这块红烧肉。
害的无辜女子。宇文熙，去死吧！天不收你，我来收。我是青山院的星儿，宇文熙这个老家伙灭绝人性，总是祸害无辜的女孩，是岳公子派我来杀他的。不管红山院的人怎么拷打你，你都不许说，岳公子自会来救你，知道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。是岳公子派星儿把老太爷给杀了。岳公子，诸位都是万里挑一的燕北汉子，今夜燕洵就要仰仗诸位，助我一臂之力，离开长安，返回燕北，途中或许凶险，大家小心，保住性命。他日回到燕北，我们再开坛畅饮。誓死不畏燕洵之子，不能老我，在所不辞。斟酒。小的在城内探查情况，有重要消息禀报。说，红山院宇文熙在府内被人暗杀，杀人者是一个叫星儿的婢女。世子，使不得。宇姑娘，你们按照原计划出发，亥时之前，我会赶到西城门与你们会合。世子，时间紧迫。够了，事关重大，我一定要救星儿。